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高雄大直钓局的大直先生。今天我们再来介绍一把寸针非常特别的钓竿，它的名字在这里，它叫做鹰侠竞技，然后是十尺的。那这个到底是一把什么钓竿呢？我们看这边，我们把它反过来看，它的名字叫鹰侠竞技，鹰侠竞技。然后它的这个上面是写并记前打，不过它比较像一把，你要讲是前打竿嘛也可以，比较长的发钓竿嘛也可以，其实很多种用途。那它是头类碳布做的，然后它就这边有写，它就是有写 double loop， 就是说它本身是有打那个 loop 的，而且是交叉的 loop， 然后搭载复式防缠导航手把尾二，还有后塞平衡配重。这一把呢是一把非常特别的钓竿，主要的客人都去买去钓什么的海钓场，海钓场就是那个幼鱼啊、捆欧鸡啊、板头啊这种钓沉底的爱狼的，或者是钓当前打竿在用，非常的好用哦。这一把钓竿还蛮特别，它的价钱在这里，定价是3000，但大智先生是卖3100，我不是卖最贵的，也不是卖最便宜的，等一下如果想要怎么买的话，我们下一段影片会有介绍，这个价钱3300卖3100，不是最贵的，也不是最便宜的，可是我们的售后知识服务是最好的，是这样子。那我们把它抽出来看一下，那它有那个数据在这边，想看数据的朋友们，你可以按一个暂停看一下它的数据它其实是像前打竿一样，可是它有珠子啊，就是说我们一般前打竿的珠子都是像铁线啊那种丝道环啊，那它这个是它的珠子上面是有陶瓷的。那当然它拿来钓这个海钓场也非常好钓，各位可以看见它是一个三节的，然后它是十尺抽出来就这样子两节然后最那个尾翼是在这个里面，然后它这一个是有配重，这样子抽出来，这边是有一个配重，金属配重，还挺重的这个可能超过一两有，一两是37.5克，这个绝对超过一两，到底多重？如果朋友买可以拿回去称称看，但是现在目前手感是觉得它是超过一两，然后它的这个我们来拍一下这个。一节一节排好了，它的尾翼是长得这样子，它的尾翼，尾翼是长得这样子，各位可以看见这个里面是有陶瓷的，陶瓷的。那它这个珠子也不是那一种便宜的珠子，是那种还不错的珠子，不是像各位去买那种发钓竿那种珠啊就卖的啊，那并不是，这个尾翼，它这一节白色的部分这一节白色的部分，到这边再看，应该有，我量一下好了，那尺量一下，白色的部分有20公分左右啦，二十快要21公分就是这个白色的部分，有这个二十公分到21公分左右，20点多就对了。然后下面这里就是黑色的，这个消光黑还蛮漂亮的。然后这里这个珠子各位可以看见，这绑黑色的，然后这里有蓝色的这个饰线在，然后前面这里是绑白色的底，然后荧光色的线然后下面整体感想呢，这是尾翼的部分，尾翼的部分这个珠子蛮多颗的整排的珠子。然后这个尾二来，我们把它们装上去，尾一是实心的尾二里加各位可以看见尾二这就是双脚的。然后这个尾二开始，这里它的盒子上面就写说这个珠子都是复式的那大智先生看一下，没有错，是复式的，上面有写复式的，比较耐用各位这边然后手把结来，我们再把它装上去，手把结。然后那尾二跟尾三，尾二跟尾三就是手把结它这个没有尾三啊，尾三就是手把结，尾二下来就是手把结，都做一个这个蓝色的这个
蓝色的这个防爆环，哦，铝镁合金，哦，阳极处理电镀，蓝色的，蓝色的，然后这一颗也是富士的，哦，然后它的干标写呢，哦，干标写呢，鹰霞竞技，哦，鹰霞，然后这里竞技，竞技，好，哦，来也整体感，又卡很有，大家看嘛下来。整体感是整只是消光黑啊，然后这个干标这里有一个消光的蓝色的，然后它的手把节轮座在这里，哦，轮座是安尼，这个还蛮符合这个人体工学，真好个。然后下面，哦，这是有封起来的，看起来雾雾的，一个贵宾狗，然后这里是它的这个后面这个。贵宾狗的下面，这个是 EVA 啊，哦 EVA， 然后这里就刚刚哥有看到的是有配重的，啊整体感起来呢，哦，就轻了，也得有够轻的轻，这个拿来吊拳打一定是非常好吊的，哦，这腰身是很 Q 又很有力的那一种腰身，钓到大只的鱼，哦很 OK 的，然后这个各位可以看见这个尾衣哈，哦，这个灵敏度哈。哦相当的好，来近一点去拍那个白色的地方，对焦一下。哦，各位看见我轻轻这样子吐，轻轻这样吐，哦，这个鱼，这个鱼在偷吃都可以发现，甚至鱼如果穿鬼穿卡短，那得呼吸大力一点就可以感觉到鱼的呼吸。哦，各位看见这个尾巴真的是很尖很尖，那整体感的话是相当的轻呐，啊。相当轻，这里也是 EVA 的，哦，高密度的哦，很硬很硬哦，不是那一种两光的那一种手把哦。这一把杆子大志先生自己本身还蛮喜欢的，这个如果钓全打一定很好钓。然后它，如果你觉得它到底是什么分类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算是像日本的人家讲的黑旗杆那一类的，哦，尾巴很软，中度很硬，可是它中度虽然各位可以看见它这个很硬。可是你大力咬的话，一做 Q 哎，各位可以看见很 Q。可是我要这样子折，就顶哎。它钓到大只的鱼，例如说大只的金目鲈，七八斤的红潮，七八斤的都还有办法跟它拼一下，不是说直接给它了哦。这游心是就顶哎的地儿啊，是安尼。所以这个拿来钓海钓场，那海钓场为什么会用十尺的？就是有的海钓场它很大嘛。我们如果用筏钓竿七尺的话，中间搜寻不到，就需要这种钓竿十尺的，可以丢比较远去搜寻这个中间的部分。那我们把它拆下来，让各位看一下整体感，因为这个钓竿比较细哈。哦，整体感是安尼。哦，整体感是安尼。我应该把这只放在最前面。来拍我的人好了，整体感是这样子，哎呦呦呦呦，太轻了，这样子整体感起来呢，哦，颜色的整体感各位看得出来了哈，整体感起来呢是一把非常非常，我个是大致是那个人觉得蛮喜欢的一把钓竿，哦，真的很不错，这个第一手感不错，第二价格不会很贵，第三用料也不错的一把钓竿，哦。那这个我们在卖这个价钱哈，3300卖3100哈，不是最贵的，也不是最便宜的，可是我们有最完整的叫做售后知识服务，就是说，你如果跟大志先生买，你有什么问题，你都可以传赖，好，或者是语音留言，好，或者是跟大志先生约时间，开启 VIP 视讯，好，你每样都一样，三不回，唔知影你直接问我就好啊，可以用留言的，用拍你的，用开视讯的，用语音的都不要紧，好，那。这个售后的这个知识服务的部分，我们可以看接下来的这一段影片，哦，都有详细的介绍。那今天我们这一支，这个我先把它收起来好了。今天我们这一支鹰霞竞技，哦，各位我先把它收起来，因为这个杆子，哦，真的是一起插扎拉，所以三支咱先给收起来，哦。那如果你想要买的话，你可以看我们接下来的影片，接下来影片有说怎么买，哦，那各位今天这个鹰霞竞技十尺就介绍到这里就好，谢谢各位。
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高雄大师钓具的大师先生。以上的影片呢，介绍的商品呢，这个官方的影片齁、哦、非常非常的清楚齁、哦。那如果你想要跟大师先生买这样钓具的话齁、哦、你可以在影片的标题齁、哦、有大师先生的 LINE 齁、哦、购物 LINE ID 你加下去之后，丁龙他回复你的是大师先生本人，我亲自为你服务。如果你是在 YouTube 看到这一段影片的，你也可以直接开启 YouTube 这个频道订阅的小铃铛，我们有最新的影片你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到。然后你也可以加我们的脸书粉丝团，脸书粉丝团搜寻高雄大师钓具，高雄大师钓具，好，搜寻之后呢，按一个赞，按一个追踪，有最新的钓鱼资讯或是钓鱼影片，你都可以第一时间都可以收到。那如果关于这个你想要买这个影片介绍的这一段商品呢，哎，你不知道怎么买，你可以加影片标题那个 LINE。好、哦，你加了之后回复他，好、哦，叮咚他回复你的是大师先生本人，我亲自为你服务，亲自为你服务。好、哦，那我们 LINE 的回复时间跟我们店面的营业时间是一样的，下午三点半以后到晚上九点十分，星期一到星期六、星期天是公休的。好、哦，那有任何的问题，哈、哦，就是说都可以在 LINE 问我。然后我们卖的价钱，哈、哦，也你如果有兴趣，也可以在 LINE。告诉你这样子，我们的价钱不是最贵的，也不是最便宜的，可是我们有最完整的售后的叫做什么知识服务。很多客人跟大志先生买钓具，也是为了售后的知识服务而已。齁、哦、就是你如果有跟大志先生买钓竿或者是卷线器这种大样的商品的话，齁、哦。你真的钓鱼有很多问题，不知道要问谁的话，你都可以私讯这个用 LINE 私讯大师先生，哦，或者是用语音留言的给大师先生，大师先生都会逐一的回答。那也可以开启 VIP 服务。什么叫 VIP 服务？就是说，你如果有买大件的商品，你可以跟大师先生约时间，哦，我们可以开启 LINE 的视讯，一对一真人教学，让你问到你完全清楚。完全清楚了解这样子，好、哦，这个是我们可以提供的售后的叫做知识服务，是最棒的部分，是这样子。好、哦，那也不用担心说你买了商品不知道怎么用，好、哦，还是说还要在网络上一直查说怎么钓，都不用担心。你只要有跟我们买大件的商品，我们都有售后这个叫做知识服务，提供你这个知识，好、哦，让你不用再一直在网络上去查什么的，问我就对了，非常的简单，好、哦。然后以上齁，如果还是有问题都可以直接传那个 LINE 问我齁。 LINE 的回复时间跟店面的营业时间是一样的，下午三点半以后到晚上九点十分，星期天跟公休。好，谢谢各位。